还在卧虎藏龙，要训练悬平剑法，这叫做台板南山。哎，这要是没有这些竹叶，这石头那么多青苔，更会滑吧。这果然是只有阿成这种在地的才会知道。奇怪，都知道那么多小地方，你怎么没有好好的带一个妹子，好好把妹？你必须得这个妹子，她不喜欢这种地方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找认识你喜欢那个户外探险的啊。你就跟她说你要来这边打野炮，就什么小镇。对啊，哎，那这边是原本的以前有一条路，她也可以下去，然后她可以直通瀑布，可是后来就那个比较少人走了。对，就淹没。直通瀑布，直通。我觉得好，感觉很滑。差点有这里。那个要小心，不会啊，崩塌了。哎，水超干净的。对耶，好像可以呻吟。这能呻吟？那个三百多年的古泉水都没呻吟。老三，你可以在里面爽一把。那你这样下面瀑布的有点倒霉。加入一点恒河水。哎，你走在这里有遇到过蛇吗？应该蛮常做的吧。你说的是那种球鱼小只的吧？就是会卷起来。对啊，对那种类型，我们最常看到是球鱼啊。阿成，你碰到什么蛇？没有看，没有。啊，这不就可以下去？就可以下去啊。啊，干嘛不走这？还是这不好走？因为有比较平坦的，这是哦。说的也是，都是没有毒的蛇，对，应该是过山蛇。那是什么？一头眼睛很大，很酷。哎，有毒吗？没有毒，没有毒的。哎，你们要抓起来煮蛇汤。他看到我，你说的是什么刺青什么的吗？不是青竹丝啊，我说不是毒蛇，会常会被跟青竹丝误认的。或什么臭青母。哎呦，谁敲完把垃圾卫生纸丢地上啊？对。而且他感觉很新鲜呢。就是刚刚那伙人拉了吧？他为什么不在草深一点里面拉？想要抓塞，怕被蛇咬。啊，这里是不是会有很多小黑纹？或者这个地方糟了，忘了带下外套下来，就是因为这才有可能。是怕人还是怕被叮咬？是怕被叮咬，因为我手机可以咬，另外不用担心。阿毛说：“我最担心的是自己。”还是你要去游击？早说我有那个防蚊液，你没带来。啊，有屎啊！在这里拉屎也是靴子里有屎。老大，我们先从左边进去。让你达成这右边还是正确的路？左边是捷径。让你达成这辈子踩过原始这个成就。老怪我你只踩过一次。你以为是狗？你当年以为是狗，你现在发现一个人。哦。这边是死水。不。前面不过这边也很活啊。然后这个绿色石头，这种不要踩哦，要不然你应该等一下就直接真的下水。这边很活啊，只是比较慢而已。小心哦。不是，我只是那个重心还没稳。哇，这个。
GoPro 快没电了。这里的景色比较好。好算啊，一个月相当于100块。你说运费100块这样？不是，就是那个一年一个月缴订阅是100块，缴一年嘛，就是1000块。哦，大概1000出头左右。对，因为它是12个月，但是只要缴10个月。那跟它的优惠是什么？就是199年运费嘛。对啊。这样很烂哎。Uber One、啊、那个团购、欸，可是你 Uber E 上面的定价还比较贵哦。啊，对啊对啊。对啊，因为啊。对对对啊。那所以这样没有比较划算啊？可是没办法，因为公司离很远啊。是韭菜，这是后悔，这是韭菜吗？这一定是韭菜，那个，等一下给你分几个恐怖的深绿色。你是喜欢我们就是喜欢被割的。